想今天呢有很多新朋友，所以手上呢都有一张哈、哦、这个修道入手，修道入手啊，要安那修道，都伫顶礼拜六，伫只下课转去吼、哦，下，哦，98年呢4月25号，礼拜六，没有生意嘛？因为就较发现讲，啊，真侪咧听许个讲课的咧，在前言哦，对这个修道要安那修哦，拢无讲真正确的认识。所以哦，我转去的时阵，就伫咧想讲要安那来哦，引导大家会当行入去真正确的这个道路。所以哦，就读下来底找看吼。倒一本经啊，倒一段吼、哦，较适合。啊，看看是讲这段上该适合吼、哦。咱为开始接上吼、哦，这个道甲修甲成佛啦，拢用会着的。开始接上吼、哦，啊，甲成佛啦，拢用会着的。或者楞严经啊，楞严经，楞严经内底呢啊，其中一段。哦，这段呢非常重要。这释迦佛祖呢，甲阿难讲，伊讲汝今呢，爱要学，互汝的这个六根啊，哦，见闻觉知，哦，要甲如来的上六五情哦，会当契合，哦，会当哦啊修成佛的高位啊，都按呢先选择，哦，咱生死的根本。咱生死的根本吼、哦，就是佛性的本体，哦，迄个不生不灭，哦，咱佛性的本体，要哦按照啊，未生未灭的哦，咱迄个佛性本体，哦，迄个完全性性，用咱迄个本体来甲生活咧用的遐。生灭心嘛，咱伫个日常生活内底，念头起来，念头无去吼，咱拢都爱家降服，哦，降服即个，哦，所有的即、這个生灭的即个心啊，一定爱当降服，哦，降服了后，会回来咱吼、哦、不生不灭的迄个佛性本体，伫迄、那个吼内底就写。啊，圆觉，佛观的圆觉，迄、那个圆觉就是咱不生不灭啦，佛性的本体。啊，得到哦，咱迄个本体的这个光明哦，这个觉性啊，哦，伊无生无灭，哦，用这个呢为做呢因地心，一定都要找到这个哦，用这个来修，然后呢，才会当修成哦高位哦。完成呢，高低修正，高低修正，所以一定要呢找到。这个好像也好几年没讲台语了，嘛咧国袂练灯啊。回来台北以后，就没有再讲过台语了，讲课的时候都是讲国语。所以这个见闻觉知啊，吼，见闻觉知啊，这是咱的六根啦、啊。咱的六根吼、哦，见闻觉知，啊，咱起码要用吼、哦，这个见闻觉知啊，就是因中四心，我们因地之中的吼、哦，这个四个心呐、啊。啊，迄、那个常乐我净吼、哦，就是果上四德，就是修到佛的时阵呐、啊，才有迄个上六五净啦。哦，所以啊，咱来了解讲。为开始的哦，见闻觉知加成就的
汤乐我净啊，拢伫遮，拢伫即个底底啊吼，规里啊内底啊，啊，所以说真重要，吼、哦，即个呢经文无济，但是吼、哦，咱若有法度照安尼，吼、哦，咱咧行的即个路方向照安尼吼，啊，就无毋对啊。开始的时阵吼、哦，用不生不灭的心，然后修个不生不灭的佛，安尼因果吼一致啊，因果一致。一定会成。啊，咱若伫个咧修的时阵吼，用咱日常生活的心，咱日常生活的心吼，或做生灭心啦，连个生出来吼，俺一时也都无去啊，搁一个新的搁生出来，啊，新的搁生出来，搁无久搁无去啊，搁新的搁生出来，安尼直直生灭啦。咱袂使用这个心来修，咱用这个生灭心修吼，你修过来世人都修袂成啦。所以咱无先研究济吼，我讲哇，迄枉费功夫啊，妄修邪念，所以非常重要。我讲吼，一定得爱找着，吼、哦，找着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，这样才会成就，绝对会成。啊吼，咱来知影，咱的迄个生灭的心啊。咱会生会灭的心，日常生活，吼、哦、念头起来还生出来，搁无去啊，搁生出来，搁无去啊，搁生出来，搁无去啊。迄吼，迄、哦那个生念头出来，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啦，迄就是咱佛性的本体。啊，迄、那个生出来，生出来，生出来，迄、那个吼，迄伊的功能作用啊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看嘛，迄生灭的心，甲不生不灭的心。是不是共一体？一体啊，两面，安尼了解未？我上你安听有无？有吼。从咱修道吼，一定得爱找迄个吼，未生未灭的心来修啦。啊，咱伫日常生活的心吼，拢一直咧生灭啦，生灭，生灭。啊，迄生灭的心吼，是咱佛性的功能作用。唔是本体啦，啊，咱要成佛吼，一定得爱转来本体才会成佛啦。嘿，啊，用本体来修才会成。哦，用功能作用吼，咱众生拢用功能作用去这个攀岩哦，可以怎么讲？所以哦，大家讨论就更了解意思了哦。就是我们用那个功能作用去攀岩，然后就一直在哦六道轮回里面啦、啊，轮回不息。所以咱就来了解讲哦，咱是安那那拢修未成道，就是无找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心啦。啊，咱爱知影讲哦，那个所有的那个哦生灭的心嘛、啊。拢嘛是即个生出来，就是迄个吼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，伊只有迄个能力生念头啦。啊，咱拢无去解看迄个生出来迄个本体，拢伫个吼生出来念头啊，抓咧就真走，哦，布袋尾砍咧，好跑跑跑走啊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咱得爱吼要修得。哦，所以各位青年，你相信我老言，你就真少家管教讲，我念头为倒生出来，嗯，开始要起心动念嘛，起心动念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会我有法多生念头出来，迄、那个吼，迄都是佛性本体，都是不生不灭，都是迄个咧做佛啦。咱要修我仙佛，就是迄个啦，迄、那个会生念头，迄个啦，安尼知影未？想法，我们怎么样想什么念？咱日常生活里面早已念头入去了，那个内容已经跑到内容去了，还有做攀岩了。现在是要回过来，
爱回光返照，把咱的注意力吼、哦，注意倒转来，看迄个生念头出来，迄个什么人？因为吼、哦，迄个生念头出来，出来迄个就是咱不生不灭佛性的本体。哎，啊，咱即马要观照，要家己看，要修，要修功夫拢伫遮，都爱看这个生念头出来，这个。哦，你第二个看，你看了久哦，都辛苦啦啦。真是的啊，因为都是伊咧辛苦啦，啊，你爱先爱捌伊啊，哎，啊，你佛唔捌伊，免哪会成？哦，啊，就是咧生念头，即个啦，即个咧做佛的啦。安、啊、尼了解未？哦，那我们思索非常多的问题啊，那个叫细论。细论你听有无？做戏的吼，你讲的，你讲的遐口白啊。做戏啊，哎、欸，做戏的你讲的遐吼，遐台词啊，遐叫做细论。就是吼、哦，没有用，无路用。这样听懂吗？听有无？对啊。没有就问了哈，听无就问。哎。因地心就是咱开始要修迄个心嘛。哎，啊，果地劫就是已经成就啊。哎，所以因地心甲果地劫一定都要共款。因果同时啊，因果吼同齐啦。那手指就是我们这些东西。啊？手指就是我们这些东西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是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迄就是咱的真心佛性啦、啊。不要是那这样讲，其实大家因地心还没起，想要修的心还没有发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说啊，我都来想。你看那个哈、哦，1998年4月25号，就是上个礼拜六的，你家等你再下来。大家请认真收啊，爱收啊，拢为脚只平去。听得懂意思吗？收啊，为脚只平去。什么意思？付水流的意思一样啊，哦，付诸水流，哎、欸，就是没有成效，所以还是国语比较好，哎、欸。不过以前有一些哦，老人家讲的话哦，像哦，我伫咧讲哦，啊，你足先生的。各位先生什么意思？哎、欸、呀，我等下台帮问我，无一个知影，无一个知影讲先生是什么意思。山仙仔，山仙。山仙甲先生是无共。先生，就是人家讲的话，我们都不肯相信那一种，叫做先生。那国语应该怎么讲？啊？冥顽不化。冥顽，那又不同了。冥顽不化那是想过头戆去啊！啊，他是这个不是戆，他是很巧。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哎、欸，是有一点，有一点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所以咱单位的一寡俚语吼，都是蛮好啦。像说有影无，啊，你都要有迄个体啊，才有影哦。有实在的那个事情，才有影子啊。无影无影，啊，无影就是无迄个实在的体啊。哦，然后我们人一过世的时候，贵姓啊贵姓啊，啊，你贵姓啊？对啊，贵姓啊？
你看哦，不是死啊，是过心，是这个心无去，搁过一个心安尼。你看，哦、我讲哦，真的台湾的话很好、哦，很传神呐、啊。无死啊，过心呐、啊，过一个心。啊，若讲，迄个做凡世间做了歹哦，迄过一个心就过无为精神啊心去啊。哦，伊就安尼，哦，去安尼劈一个迄精神的迄个壳出来，啊，就一世人。欸，啊，若讲做了真好吼，过心，过到为天道去啊！看人咧娘妈做遐，欸，过去妈祖身去啊！欸，啊，人咧娘，吼吼吼！迄拢我那做过心，欸，所以咱单位吼，迄个很传神。所以呢，这较无明迄吼，就是用无同款的笔写，啊，正乌的迄吼，迄就是经的本文，哦，啊，迄个迄细字就是讲要予咱较了解内底遐意思。讲生死的根本吼，就是咱佛性本体，哦，咱若无迄个根本啊，哦，都无这个身躯的生死，啊，所以爱知影讲吼，身躯啊。身躯是天地物质，最火最火风土吼，种缘啊一合，照咱用的啦。一百年咱都要搁害乎天地，哦，最火风土拢是我，啊，所以我吼，迄、个我就是如来，我就是佛啦，就是迄个会生念头出来迄个啦，迄、个就是我。身躯毋是我，身躯是天地物质。这样听懂吗？哎，坐在你隔壁那今天怎么没来？那个学生。他回家了。回家了。他说一个多月旅咱因为有迄个佛性吼，啊，才有法度，互咱伫凡世间吼，安尼，互咱用到安尼吼，安尼，看你要爱做啥吼，伊拢袂甲你拒绝。佛性本体，伊拢袂甲你拒绝。你要做好，你要认真修做佛，吼、哦，伊嘛真支持你啦。啊，你要为非作歹，要去三恶道，吼、哦，伊嘛拢吼服从你啊。不得不。所以有的在咧讲吼，安那遐戆，你甲动咧就好啊。所以来讲，佛性会甲咱动，叫咱莫做歹吼。啊，咱都凡世间拢有啦，大家拢有啦。所以佛性伊袂，伊无主张啦，伊无，伊整个吼。它整个就跟空间哦，虚空一样。你看虚空一样做啥？什么拢未样做对无？咱的佛性就是安尼啦，什么拢未样做。但是你做出来什么代志哦，拢伫这个虚空内底。咱起出来厝嘛伫虚空内底，哦，咱所有生出来万物嘛拢伫虚空内底。啊，伊虚空都无拒绝啦，要出来你就出来啊。啊！你家己无去啊，富都无去啊，哦，一段时间就无去啊，哦，从空而来，然后又归空，哦，万象万行拢是安尼，哦，拢是空的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生活唔免跟人计较，大行拢是空的，万象都是空的，不用计较。没有办法发起来，是因为对现象很认真，哦，对，都是对现象哦，把它当成真呐、啊，认为现象就是真呐、啊，哦啊，不知道佛性，佛性不知道，没有形象的佛性哦，完全都不知道，甚至讲感悟，咱求道啊，较袂安尼啦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社会人士啊。
伊会甲你问讲，敢有？敢有佛性？咱敢有佛性？假如说有人问你这样的话，但看佛性，你要怎么说？因为以前哦，或学开自行车哦，就曾经客人就跟我这样讲，但看佛性，啊、哦，我听到拢戆了，真的，哦、哈，啊，无即嘛是想到我咧讲话。跟我在讲话，那个就是佛性啊。啊，这就人的。你看嘛，你看伊啊，讲要修啊，讲吼明心见性哦。你看爱搁用偌济功夫。所以哦，咱研究就是讲要了解啊，万象万事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变化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在凡尘？哦，咱是安那会出去伫凡尘？哦，要爱了解，了解讲是安那咱会伫凡世间出世。啊，有法度离开凡世间无？哦，就是咧研究这个理啊。啊，因为咱本来大家拢是佛。哦，咱拢是佛的，啊，咱即马落来凡世间，就是咱因为唔知影，无了解道理吼，啊去种业，啊种到业吼，即马要来害者，要把这业者拢害了了，害了了就成佛啦。啊，咱吼无研究的时阵啊，来伫咧害者吼，不但害无了，愈欠愈济啦。吼、哦，本来才欠一百块尔吼。啊，即卖来下才变欠人是万块啊，单一声，哦，啊欠到尾啊吼，愈欠愈多啊，欠一个债权吼，无爱还啊，赖皮啊，啊真理袂当互你赖皮啊，哦，诶因果就是因果啊，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，种福啊一定生福啊。死了，我们又本身就是没有经过那个历程，你怎么知道你死了？你难道有看过那个地方吗？因为就是后学说不晓得什么回答，人死了就死了，一了百了，难道你有看过吗？真的有吗？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哦，这个才有我们那个理论里面哦，才有说一了百了嘛哈、哦，那个就是断灭，断灭，那人生下来啊。突然而来啊，嘣，没有原因而来，死了没有了啊，生没有原因，那个没有因果，那个哦，你看那凡尘要不要先散？无因果啊，爱做些那边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做善。啊，没有因果了啊。对啊，啊你做恶啊，拢无报应啊，做。做好也无报应，做歹也无报应，你要做？所以哈、哦，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现象的哈、哦，咱这个现象的生灭啊，那个是因缘际会，因缘际会哈、哦，现象才产生啊。那因缘消失哈、哦，现象就没有了。事情也是一样，也是因缘际会，事情再来啊。啊，即嘛吼，哎，事情过去啊，哎，这因缘个消失啊，个无去啊，都是这样子而已啦。啊，他的这个本体啊，哎，他本来本体就是空的，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叫寂灭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咱的佛性本来状态，湛然常寂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哦，本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但是就因为咱吼想赢啦，哎、欸，咱想赢吼，他较乌白想啦，啊想啊，全互咱落来凡尘出世啦，捌听到无？头一届听到，所以赢赢唔当乌白想，
应应就好应，做应先先，哦，卖有念头，因为咱有念头，迄、那个念头做业，念头啊，念就是业。啊，咱既然有念，有念头，有业啊，啊业吼，即马已经静落来，念头起来，静业落来，伊即马吼就变吼，转向，啊转向就变现象，就出来了。还有这一念无明啊，生三气。一念的无明哦，三个，一个是业相，一个是转向，一个是现象。啊，现象哦，咱就落来凡尘出世，就有啊啦。啊，即马有现象啊吼，这境界威严又长六处。六处还是六路？六处，伊个吼，就是讲自相。自相就是讲你看到什么，知影什么啦，唔是讲智慧，是讲咱有法度吼，看到啥知影啥。哦，看到厝知影厝吼，啊看到立功顶知影立功顶，哦看到刀啊知影刀啊，还有这自相，智慧的，智慧的智，但是他不用智慧解说，是我们了解说吼，你看到啥知影啥，安尼尔。第二个就是相续相，相续的时候一直相续，一直乱，一直乱，无断去啦。哦，相续相。啊，再来第三个吼、叫直取相，咱真执着直，然后取就想拥有，啊，直取相。再来记名字相，哦，这就是有这麦克风啊，这都有这吼册，这有这刀啊，有名字啊，记名字相。第五个就企业相，咱就企业啦。啊，第六个就去学业别个啊，业系苦相，啦。这叫做境界为缘吼，都长六处了。六个，这较粗了。一念无明啊，生三气，境界为缘啊，长六处。这完了拢伫迄个吼《楞严经》内底。我那是本来的，哦，啊，我是讲，咱较重要的吼，有关系到咱为开始修道甲成道的吼，用少少的字吼，甲写出来。所以咱伫怀世间出世，爸母生吼，有法度生身躯啦，有法度生这个吼，哦，身躯出来。啊，咱迄咧主宰身躯的迄活动吼，迄是无生无死的，迄个未生未死，有生有死的是这个现象。啊，迄个吼主宰身躯，迄个无形象，因为无形象未死，所以咱都要追求迄个无形象的。因为咱即马有形象，要来追求无形象的吼。咱会无力，那是本不生啊！啊，前面都连拢讲老无所生，所以吼、咱力啊，都爱靠灵悟。有一寡，因为面对大众吼、有一寡未使讲。但是我讲是恶话，你在恶话里面。不是，因为吼、怕众生毁谤，爱了解吼、佛惊众生正吼正迄个罪业，真重的罪业，会落落的吼、无间地狱、恶比地狱啊。所以吼、佛菩萨伊拢尽量唔予众生吼毁谤这个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未使回谤，你回谤大乘佛法，绝对落去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，无第二句话，绝对去。所以佛菩萨伫咧讲的中间哦，伊非常小心，唔敢讲起，讲到互人反感哦来回谤。所以这吼、咱都要知呀，未使吼。伊都无爱听，伊就伫咧吼，已经咧
哦，起迄个厌恶的心啊，你搁好安尼讲啊，安尼，哎，嘴甲全破了了。他回去的时候就开始骂，那个就叫回谤。哎，了解，我这个回谤不得了，什么罪都很轻啊，回谤大圣佛法罪最重，一点不坚定。所以哦，咱得爱。外口人咧修啥物法门哦，咧修啥哦，啊咧认真呐，拢随时就好，卖批评啦吼，随时就好。刘讲师，那我们道场常说反道拜德，该迄反道是不是也是说诶放大？你都讲无因无果，一了百百一了百了吼，啊迄、那个生来无因来吼。那个就已经叫反道，违反道，一了百了啊！人有的消极要自杀对不？伊就讲啊，一了就百了啊，对不？那个就叫没有因果了。啊，你若咧讲没有因果哦，你看众生只要说相信没有因果，那做恶啊，害人放火拢无迄个果报对不？是不是愈做愈厉害？那整个天下都不像样子了，所以那个叫做反道拜德，违反道，已经得跟道相违反。所以有求德吼，只要你有求德，为什么咱台湾吼会发展到这尼啊吼，安尼方便？就是传过来时阵吼，迄前人辈伫大陆过来，语言未通啦，伊讲国语啊，咱讲闽南话啊，拢未通，啊，要安那度，伊阁发心吼，要度化众生，要开放下境，然后安尼下心办道，拢发迄个愿出来，啊，真是去做啊，伊就去吼，先去迄个。真卡的所在，去度者拢原来唔捌字的，乌里上乌巴上，度因求道。啊，度因求道吼，可能原来是讲，啊，因都拢唔捌字啊，较好骗，甲骗来求道。啊，然后吼，这乌里上乌巴上啊，你会坐着无？然后经过一段时间，一定都有人会转去啊。啊，即马转去的时阵吼。因就发现讲，哎呦，啊我住，啊对啊，生目睭唔捌看到啊，吼，这生目睭唔捌看到呢，迄若死去吼，一两点钟了硬壳壳啊，哪有人讲吼软骨骨呢？所以吼。唔免搁你去串团啊，人伊家己就拢直直去招，啊，当时要过来办。为什么发展就是安尼啦？哦，啊，所以你看你南部遐，乌里山、乌巴山，遐人咧开发会，较早台北无道，无开发会的道场，拢嘛撮落南部。啊，南部因咯吼，小生人安尼种菜啦吼，啊，迄个因拢行咧大灶。哦，用兄菜，哦，小生人做咧，因讲我都袂晓讲啦，啊，我会晓做啦，啊，我来做，啊，恁去听，啊，恁会晓讲，去讲，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哦，唔只安尼哦，发展家呢，规个吼，安尼规整啊，拢会使说规整的人哦，拢求道，真发展就是啊，啊，即马因为。咱的科技吼真发达，啊，即马有个人就拢嘛会想讲，啊，迄个，哪有啥物？吼，较早是真稀罕呐，你若先来照瞧吼，是毋是真稀罕？啊，即马都无稀罕呐，啊，迄假啦，迄骗人的啦。那么自弄玄虚。啊，对。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哦，你看这个哦，这个本来啊，它就没有、哦、一个固定，哦，华都无定法，没有定法，没有固定。这个时阵吼、哦，很适合那个样子来度化。可是这个时间来吼、哦，你看，啊，今麦你若讲真实啊，过身啊，软骨骨，啊，哪有啥物？啊去地啊，啊哪有啥物？啊，要搁用啥物甲伊讲？他已经都无所谓了啊！哦，伊拢无要紧啊，讲坐了就去啊，哪有紧？哦，你唔知讲迄个艰苦是偌艰苦啊！啊，即个时刻唔知影，已经拢年尾啊，拢唔知影。啊，是咱不忍呐、啊，不忍心呐、啊，对不？啊，你会使辛苦的，你去遐受苦。啊，你即马受苦了吼、哦。伊地狱受苦了，佫出来凡世间，吼、哦、做精神啊，精神啊佫做了，才佫出来做人。啊，即马出来做人的时阵哦，已经戆戆啊，真久吼拢无听到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出来的时阵哦，干那知影要食，食饱哦，想要困，佮甚物感觉？多佮精神啊感觉。精神啊，就是安尼啊！啊，伊本来就为精神啊来啊！哦，所以咱袂使怪。后边啊，道未行吼，唔通灰心。为什么？根基还袂够，食紧来弄破碗。有哪来？你都要存好心，吼、哦，讲好话，做好事。这样就够了啦，哎，不要要求太高，你都爱做佛咯，哦，迄伤悬啦，哎，迄吼，你想都唔敢想。那个有一件事，就是说，或许有遇过说，回答说，哎，求道很好啊，啊，求道可以超生老师，可是他是说，求道有什么好？他的亲戚就求到只有发火，然后或许因为那时候出街道场不是很了解说，说哦就不想怎么接下去。所以哦，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大卫书圣哦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求道哦，有甲咱讲哦，绝对会得，予咱登一天，就是讲卖阁落去六道轮回，咱迄、那个。地界的生死簿啊，名已经划掉啊，哦，已经伫个天棚挂号，嘿，后日就是要转来天道。啊，因为吼、哦，咱众生的业，咱以往六道轮回内底啊所种的业，咱伫要转去进前啊，咱都要害，爱害人啊，啊无，你转去啊，啊你遐要安那？所以就要了解讲吼，卡输啊伊呐，哦求道啊，卡完啊真认真啊，真认真就卡有救啦。啊伊呐吼啊求道啊，敢那哦六尊无六亡啊，敢那有敢那无安尼吼。迄尾套的祭祖啊，紧张啊，就拢规个拢起做伙来要套，就会安尼啊，会起下。啊，伊个家属吼、哦，帮助伊吼、哦，先来害一者，伊就会较稳定落来。啊，主要也是伊本身啊，伊本身吼、哦，听候稳定以后吼，然后爱知影这个理，讲你欠人偌济，都是爱害人偌济，不能逃避，袂使讲吼。哎，半暝啊，半日走，半无，迄半无路啊啦，哎，大家拢甲你缀条条，所以咱就是爱知影讲吼，咱若发心要修道啊，一定有一寡讲哦，咱讲考验来，其实迄时吼，祭祖来啊啦，
嘿啊，你都发心要修道啊，你绝对要转去天堂啊吼。我无紧来讨哪会使？啊，伊要紧来讨的时阵，你就有状况发生啊，对无？就一寡你本来拢未拄着，咱即马拢拄着。你无发心无代志啊。嘿，反正六道轮回我拢拄你会着啊，什么时阵讨拢无要紧啊。啊，你既然要转去啊，嘿，无讨袂使。哦，认真讨。哦，较远嘛来讨。就引起说没有求道人会怕到。哈哈，啊，咱研究道理爱知啊，哎，不是讲你无求道，无求道你也知哦，即马道人互伊了搬去啊，以后你讲想要求道，无啊哦，哎，你就是讲已经修到功德圆满啦，无，一滴道无，听候后一个缘会啦，听候咱这个缘会吼，人灭，天地拢混沌，佮后。一个原来开始开天辟地，搁咱人来降世，迄个时阵啊，再来，才有法度求道哦。啊，迄个时阵嘛是你都要修啊修，才有法度得到哦。毋是像咱即马讲，哦，先得到再来修，毋是安尼哦。所以要知道那个理呀、啊，知道那个道理。即嘛，足侪道亲哦，有求道，有求道就是讲有资格会当恢复伊个本位啊。本来拢分嘛，啊拢会当做分啦。啊，看你未啊，未啊唔，未你家己拍拼。哎，啊你若唔，无要紧，你听好做后一个缘会的经济，后一个缘会会个人来降世嘛吼，啊想要来，啥苦的人拢无爱来对无？啊想爱来。就是只爱讲吼，啊伊都有啦有求，啊都无修哩。好，搁落去修，所以吼、哦、先医先下，就甲你修起来坑。落去。那个放魔性子时间唔是安尼讲嘛？哎、欸，甲你修修转啊，落去。所以咱若过来看看母性的世界，就知影讲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哦，啊，你都求求啊，无爱修啊，世界拢无爱还要玩啊，无爱生活。所以吼、哦，你看咱凡尘吼、哦，只羡鸳鸯吼，不羡仙。啊，无想要修啊，你敢若想讲看会当安尼吼，伫个凡尘安尼享受吼、哦，然后咧凡尘的快乐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凡尘都是虚幻不实在，搁乎你看那福报大吼，都是真短时间呐。啊，福报迄是为咱哦见福因来啊，有福因才有福报啊。所以我讲即马一仙钱拍二十四个角，很千吝，很吝啬，很浅贪。即马说落去，伊要出事哦，伫倒位？非洲。伫个吼，伊索比亚，伫个肯尼亚，出事开始去粪扫堆找个物件食。为虾米？伊都拢无种啊，无种迄个福音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出事，医保环境就遐歹啊。啊，伊个正报身心无大啊，吼、哦，袂好看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讲吼。出世伫台湾，台湾的福报真大，哦，福报很大，所以吼、哦、修道是最好的地方。伫台湾修道啊，是上好的所在，很适合修道，咱都要把握。我们人在福中要惜福，要知福，要赶快修，就是要让咱的福星恢复光明，把咱的所有依，哦。福星内底无的遐呀，咱的习性啊，拢去掉就好啊，安尼尔啦。咱的习惯性啊，不合真理的吼，拢甲改过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好修啊，歹修？哦，不好修，那表示你离道很远。有啊，拢会批论讲吼，讲若无食薰，也无食酒，
啊，你家己讲吼，你爱戒烟爱戒酒，啊，伊啊听着就欢喜啊，对无？因为伊拢无食嘛，啊，无食烟无食酒，对无？是毋是真紧就拢戒掉啊？啊，若已经吼食到惯习啊，伊无食吼会真艰苦。你家己讲爱戒烟爱戒酒，伊会安那？痛，修道都是安尼啦。咱若阵离佛性真近啊，咱无吼种啥物大诶罪业，咱要修真简单，就转来较本性啊。啊，咱若已经吼离了较远啊，都已经感染较济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即马感染遐拢既得利益，遐拢吼既得利益啊。你讲放弃，嘿，卖咯，吼、哦，这真好了，真享受诶，吼、哦，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，遐拢爱放弃啊。你只要法度转来家己的本体，就很困难了，就很痛苦了，修道就不容易了，安尼啦，所以呐，离佛性真近啦，哦，来修道就真简单，伊都拢本来，哦，爱戒烟哦，我都无食，爱戒酒哦，我嘛无啉，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嘛，容不容易？容易。所以我们就要看自己呀、啊。有遐拢咧讲吼，讲你若安尼看到吼，迄个八点拢咧看电视剧对无吼？啊，若做迄个新妇咧，用苦读的吼，看到咱目屎流的有无？迄真够啦，目屎吼，迄就是讲伊接近佛性真近。啊，若迄个看到已经煞吼。爱苦读所以你去苦读，迄也毋是我。你看到离佛性真远，很喜欢哭的人，就吼、哦、就容易会感动，表示他离他的佛性，他的所有一切离他的佛性不远，很近，所以他很容易呀、啊，就感动。啊，你哪能不喜用麻痹呀？那就离佛性很远了。无神经啊啦！这样子哭了好几种。对啊，你就在哭了吧。对啊，所以或许也是一样哦。看到人家做好事，我会哭诶。我看到人哦、喔，咧行善的时阵哦、喔，我会不知不觉我会哭。感动。对，那个是很感动的，感动都他怎么这么善良，怎么这么好，对。又有佛出现。我刚才就讲啊，那个能生花念头，那个就是佛啊。咱即马吼找啊，找家己的佛，所以吼、哦，咱都要找家己本身的佛啦。身躯外口无佛啦，佛拢伫咱家己本身内底。所以找佛吼、哦，向自己本身去找。找咱迄个生念头，念头生出来迄个吼、哦，就是啊，不远无远。啊，那唔知爱讲吼，我念头伫倒。啊，生伫倒，哇，都爱认真啦，爱认真一段时间找，啊，若找着，哦，原来你就是一只哦，无形无相啊，没有形象，佛性哦，本体啊，没有形象，可是就是确实存在，啊，确实有，各位先生有没有啊？有，很肯定的啦，绝对有。哦，虽然它没有形象，可是很肯定的，绝对有。啊，我们不要注重现象，我们注重佛性。哦，这个佛性啊，这个佛性哦，咱得要给它启发，启发哦，然后培养，让它茁壮长大。那以后啊，我们就不怕了，因为哈、哦，佛性已经可以了。因为按照这一章哦，各位前面到后来那个名相精存啊。已经是很理想的状态，
下骹有无吼？因冥想精纯，大力的、乌力的、大力的吼，一切变现不会烦恼黑啊！哦，那个就已经是成佛啊！嘿，啊，伫迄个气泥纯水吼，迄、那个中间啊，就是讲咱的哦，不生不灭的迄个不生本体吼、哦，有法度离开啊，咱这个身躯啦。就是讲，咱的正报吼，甲依报，咱的身心啊，甲外面的环境啊，全部空了。哎。那如果生出坏的念头，那我们要怎么去？马上要知觉。知觉。知觉啊！你哪觉？你发恶的念头。不管善恶啊，反正他只要发念头，你要马上觉。你只要马上觉，那个念头就在你的约束之下。你只要不觉，它一出来以后就落入你的行为，然后形成业因造。我们都这样啊，人都这样啊，那个叫无明，不觉啊。就是无明，所以就是要保持觉啊，抉择啊，就是佛了，佛就是抉择，那我们保持觉，到后来就可以当抉择。一发马上知道，一发马上知道，它就在你的约束之下啊，你要哦，这个按照哦真理来行持。哦，只要符合真理的就去做，不符合的马上就遏止，不再不修，哦，不能再起。所以我们看凡尘的很多人呢、啊，为什么为非作歹？哦，作奸犯科，就是念头起来拢未用要去动啊，要去啊动遐念头啊，啊，即马起来以后，伊就去做啊，啊做你就犯法，就叫掠伊关。啊，伊迄个念头吼，伊咧生念头，迄念头嘛是佛啦。啊，伊佛不爱做啊，伊要做魔鬼。本来咱家是咧上吼，道德经啊。老子的道德经，看吼啊，常常加遮侪人心咧出来，讲啊是要安怎讲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吼，看这一章吼，修道入手，修道入手，还是吼看迄个头一。断落来遐细腻的，吼、哦，咱的死生根本啊，生死的根本吼、哦，就是咱渐完妙到明心嘛、啊，渐完妙到明心，就是不生不灭的不生，吼、哦，本体，就是咱的吼，迄、哦那个佛性，咱的真心。所以为什么讲我说真心？因为伊吼、哦，完全拢吼、哦、不生不灭的，拢无变化，所以叫做真啦、啊。啊，咱要见到这个真心哦，都要把所有的遐观点用的心啊，全部拢吼无爱，拢去掉，或者无心嘛啦。咱若全部拢无心，哦，什么心拢无啊？哦，所有观点咧用的心全部拢无啊，真心才会出来啦。哦，所有咧用的心拢叫做人心啦。迄个真心叫做道心。啊，你人心若无死啊。道心就袂生啊！只要咱人心伫咧，道心袂生；只要咱的六根感官伫咧做主，咱佛性就袂出来。所以咱得爱甲降伏，吼、哦，甲咱的迄六根降伏，卖互伊吼，当家做主啊，卖互伊吼，伫咧化合虚灵。叫伊做新妇啊，莫叫伊做大家啊。
所以因为有迄个不生不灭的佛性，哦，啊，咱才有这生灭的哦所有的作用，反正所有的一切万象万象的，拢是为咱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出来。咱都要用即以赞吼，言赞之性，都要用这个不生本体啊来哦，这个旋转，改转转。迄、那个希望生灭，吼、哦，给转过来，转好变吼，下拢无希望，无生灭，转下拢卖，迄、那个所有生灭的拢卖，诶，啊，都要甲洗倒过来。咱日常生活的这呀，会变化的这吼，咱拢卖互伊走伊心里，这拢卖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拢假，你甲咱怪，你甲咱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卖为心入去。卖带伫个形象，只要咱卖带伫形象吼，就无烦恼啦。咱的烦恼拢为形象来，住相吼才有烦恼，不住相吼就没有了。所以吼，咱拢卖带伫这个形象，把迄个生命啊，拢会当福幸福吼，福起生灭，而唤起呀原本之善缘觉性，把咱迄个本来迄个觉性吼，拢互伊归个倒转来。啊，互这个哦，佛性本体来发号施令，互伊来指挥咱的身躯动作，互伊来指挥咱讲话。各位姐，咱今麦在讲话向来指挥，是吗？是佛性在指挥吗？是咱的四心的指挥哦。哦，佛性指挥就太理想了。刘老师啊，佛性指挥就是天人合一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天人合一的就是佛性指挥啦。所以那个哦，很理想的啦，不会造业。好像天地哦，白天夜夜，春夏秋冬，伊拢无正业啦，伊安伫咧运转哦，迄就是完全整个呈现啦。咱若率性而为吼，都甲天地同款。哦，你若种菇啊，就生菇啊；种菜瓜，生菜瓜。伊绝对用足尔啊成啊，所以天地吼，你看天地或者成，伊拢无甲咱讲情啦。咱家讲吼，咱今仔足需要的吼。你今仔日吼暗时啊卖来，拢规个吼规24点钟拢伫时啊，好无？嘿，因为我今仔足需要的啦，好不？可不可能？哦，对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率性而为，就是安尼。他按照他的吼、哦，规则伫咧运作，啊，你要改变吼、哦，变袂来。啊，所以你看吼、哦，你静下伊就生啥，有没有很惨啊？所以成者啊，天之大，天啊很成，那成之者啊，人之大，成之的是讲咱来学啥，学天地的性，哦，天地那么成，我们就来学，哦，学天地的那个成，咱人无啊，拢会讲白贼啦，天地敢会讲白贼？不会啦，吼、哦。你看你那个种菇啊，伊就生菇啊，伊袂讲啊种了菇啊，那生菜果出来。就是很扯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学好、哦、这个天地的。那么如成浊水，这修功夫拢伫遮啦。如成浊水吼、哦，自以净气啊。这个浊水吼、哦，咱的佛性本体拢用清水来批论啦。啊，这个真流的水，就是讲咱即马咧伫个六道轮回内底咧轮回啦，啊，拢落落啊，伫个五浊恶世内底落落。咱即马要甲这落落的水吼、哦，互伊洗净啦，啊，互变作吼会清水佫走出来。咱都要用一个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器具啊，甲这个水带起来。哦，啊，带起来以后，都要净身不动，迄就是修道功夫啊。从哦，如成浊水，自以净气啊，净身不动。所以这四字净身不动，
就是修道的功夫了啦。就是讲咱肯研究道理，了解理，然后按照理做，吼、哦、啊坚持，还有做静身不动。啊，你只要坚持吼，伊迄沙土制成，伊迄刷个土，滴滴点落，滴滴点落，滴滴点落，就是咱所有啊镭射遐个叶啊，滴滴滴滴无去啊，滴滴无去啊，滴滴无去啊，拢得。清水就现前，不幸就造出来啊。所以哦，迄细节咧，咧甲我讲哦，哎呦，迄释迦佛祖伫个涅槃经咧讲哦，都无讲啊，你才详细才透彻。啊，你若拢甲讲讲出来，我讲我就是安尼，唔才会去哦，上天接话。伊讲哦，十字菩萨已经甲十地菩萨哦，才稍稍见佛性啊，看到佛性才看一丝仔尔。我讲哦，咱得爱看全部，我教大家看全部。所以无得听到啦，你外口有人安尼讲，咱迄个生念头就是佛性本体，你看到迄就是看到佛。啊！你把迄个修好，就成佛。没地方听的啦，所以各位见机缘分好，要把握。你看以前人伊啊，都冇听我安尼讲。一生不动的那个自息即所净土的所净土是一样的、哦、对，跟老子哦，伫咧讲自息即所净土，迄、那个自息即啊，自哦就是努力的方向，哦自息就是息就是空的啦，啊咱就是讲哦，这个万哦万万相万殊，万相万殊啊，拢是空的啦，咱莫甲伊当作讲是实在。因为咱的经验哦，拢是把这些当作实在，咱才会经验。啊，咱若知影讲伊是空的吼，咱就袂啊，就袂经验，就不会喜欢讨厌啦。这个都是假的。爱了解哦，这水泥吼，伊的寿命一百年了。哦，咱看讲厝遮坚固，伊一百年的寿命了。一百年若到，这水泥就风化，就无成啊。啊，无成吼，就会落烂。啊，落来这厝都袂起来，哦，都要拍掉，搁再重起，哦，起新的搁一百年，差一百年哦，这么坚固的厝啊，一百年了，啊，你看咱的佛性未生未死吼，哎、哦，一百年在咱的佛性内底是，一点点啊了，一声就过去啊，啊，所以佛在咧讲吼，无量的恶尽地劫，因为佛都已经到，到到佛性本体转来。所以吼、哦，伊已经拢无遮空间甲时间的约束，空间时间的变化，伊拢吼已经拢无啊，已经回到本体等。啊，咱会使，咱嘛会使追，咱会使追求到这个程度啦。同款回到吼、哦，没有形象，佛性本体，拢无形无相，实实在在佛性本体，咱倒转来。倒转来，或做正悟本性，或做成佛啦。啊，咱求道吼是无甲咱保证讲一定成佛啦，因为这吼、個、吼，迄、哦、太，迄工程太大啦。所以，干那甲咱保证讲万八逍遥，万八一万空八百年，互你逍遥。就是讲吼，咱这个轮回内底啊，搁剩落都一万空八百年。啊，伫这个做人的中间呐、啊。拢互你逍遥自在，唔免吼去六道轮回，甲咱保证安尼了，搁过无啊，无保证啊，要过你家修。嘿，啊，所以咱得爱利用讲上天大开普渡，咱已经接到吼，迄仙父甲咱吼拍开咱的玄关，就是已经甲规个天地合作伙，所以讲吼，哦，迄道很殊胜哦，大家拢唔知影。啊，因为我伫后天庙住十七年，迄句话吼，讲要求道哪有遐简单？嘿，啊，到尾啊吼，哦，
当时啊，就是因拢无去研究天时啊，上天大开普渡啊，佛教不承认，不承认，伊讲哪有迄落代志，伊无研究这个天时，啊，所以咱是爱了解哦，你无爱研究吼、哦，迄是你的代志哦，伊天时同款咧行哦，唔是讲你研究有你。无研究就无，唔是安尼哦。哦，你看咱较早青阳期、红阳期、甲白阳期，是毋是一直在行？有无？青阳期咱是无看唔知啦，红阳期咱买有看有着啊。较早的犀牛，你若穿红的对无？犀牛你穿白用讲死。哦，啊你看你即马拢穿白对无吼？哇，大家嘛拢白安尼，真水吼。白阳期啊。所以你看嘛，像提倡啊，无啊，无人咧提倡啊，没有，啊，自然而然就形成这样。嘿，啊，咱所有的你看安尼好，安尼看去，远远看去啊，灰蒙蒙一片啊，红的无去啊，对无？灰蒙蒙一片就变白啊，白阳底照出来。所以即卖以白为吉利啊，嘿，以白为主。天在变，天在转，所以吼、哦，即马老前年伊句话在世不时咧讲，讲咱吼，搁落21世纪就是咱中国人的世纪，咱中国人咧做主啦。所以你看，即马一定吼、哦，伫过啊，你看吼、哦，老前年伊句话咧讲时阵，拢无即个现象嘛，即马第二出来，咱中国人来慢慢来领导规世界，中国人的世纪啊，21世纪。所以吼、哦，即马因拢咧学中文啊，吼、哦，啊请迄个保姆嘛，要请迄个拢会晓中文的，这是中国人的世纪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你看咱迄个亚洲的亚，迄中是毋是多一个十个，嘿，多一个十，吼、哦，迄亚亚洲的亚，迄中迄个空的啊，多十，多迄个十。啊，你看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，哦，后日啊，咱转来开龙华道啊，会有无？你看迄个华，是毋是拢石？大大小小的石连连做伙，对无？有无？啊，就是这呀，就是咱这所有的人拢求到这。太领悟了吼、哦。我们还剩下五分钟而已。都已经哦，为迄、那个哦，静身不动啊，沙土之尘，然后清水现前，就是吼、哦，咱的佛性啊就可以显现哦，佛性呢就是清水，啊，咱今嘛吼拢浊水，变作吼咱的四心呐、啊，哦，不是佛性的，那么名为出福课程烦恼，就是讲到这个时阵呐、啊。哦，清水啊，现伫咱的眼前的时阵啊，就是咱有法度把这些客尘的烦恼吼，拢甲降服。咱的念头吼、哦，来来去去啊，敢那人客啊，哦，啊一直咧摇动啊，敢那迄个灰尘，好好做客尘，凡尘呐、啊，所有一切都是客尘烦恼。啊，咱就是用咱卖住相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客尘烦恼就过去啊。都无啊啦，咱卖带伫个形象拢假，一直咧变化，哦，卖去带。所以吼、哦，许拢会讲吼、哦，咱因为拢用迄个四心吼、哦，啊，拢讲哦，真心，我、哦、真心。你看吼、哦，男女之间恋爱啊，是不是真心？那个心啊，都很真，对不对？很真啊，那个刚刚很真，结婚的时候也很真啊。相爱很真啊，那个古时候的人讲啊，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啊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那可生死相许呢，为生为死拢无要紧的，拢甘愿的。你看还敢无真，就真的对不？你看哦，啊，即马结婚大做伙啊，对不？摩擦就来啊吼，然后即马耍咧吼，搁去上班，耍咧搁外遇啊。啊，所以你看那个怎么样？是真还是假？
啊，可是那个在相爱那个，你说那假，那是真的是假吗？那个是真的，为他生为那死都愿意呢。所以哦，我们就是了解到哦，那个真心啊，是建筑在四心上面，就是他哦，建筑啊。所以说哦，什么人真心推荐？他推荐确实是真心啊，可是他建筑，他的真心建筑叠四心上面，啊，那个四心会随着外境的改变而改变，外境改变了哦，也四心随着改变。所以那个不坚固啊，哦，不没有像佛性不生不灭，永远都不变异的啊，哦，没有像那样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用，哎，卖用，变化的心哦，哎，我们在生活一定都是用哦四心呐、啊，不可能说我们用佛性真心来生活。所以或者鼓励哦，写这一章的目的啊，就是鼓励啊，我们真的把佛性启发了，然后用佛性在主宰我们生活，生活都是哦率性而为，只要我们率性而为，都不造业，都无业，因为我们为什么造业，就是有喜欢讨厌啊，你喜欢讨厌哦，有取舍了，有取舍就是造业啊，你都一直行善，那福报啊。哦，那做不好了，恶报，就一定有业啊。那个哦，就是我们，就是用那一种四心来应对。那你用佛性来应对，就像天地，哦，白天夜夜，春夏秋冬，它都一直在运转，按照规则。哦，那我们率性来做的话，都没有业，都无业。那无业。无业嘛，没有业力把我们推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到凡尘来现下，三界都不来啊。啊，你若要来，你也在化缘来，这样子啦。可是我们假如说造业，哦，我们都有喜欢讨厌，然后呢做了很多事情不合真理，你说哦，我不要去啊，凡尘那么苦，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业都把你散了，业力就把你推来了。所以你要看哦，咱出去囡啊，哭哭哭哭，哭哭哭啊，歹命歹命哦，过来啊啦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哦，我们要了解说，这个在凡尘啊，哦，就是要看得透彻，认识透彻，那知道的透彻哦，那对于那个形象哦，住相的心嘛。就直直淡薄啦，愈看就讲有影假，拢伫咧变化，哦，卖大卖大伫咧形象，啊，可以离相了，就可以成佛了，哦，所以，这个先从课程烦恼吼下手，所以那个哦，薛望心呢，犹如呢成浊水，静身不动呢，就比喻啊，哦，这个暂悬其生灭。一即呢，言久啊，忘歇，哦，只要我们真心，哦，都呢啊启发它出来，哦，在日常生活之中用，那个忘一定会哦慢慢的哦消失啊，哦啊沙土成清水就现前，哦，比喻这个生命已经被我们降服了，已经呢还回到哦本来那个佛性本体了。那么气泥存水啊，名为永断根本无明，这个就是修成的啦。哦，比喻四大呢，离于呀，我们佛性本体呀、啊。哦，这个一正二报，一报就是环境，正报就是我们身心，咱的辛苦啊，吼，咱的心嘛，还有这正报。啊，咱所有的生活的环境，我所有的财产，我所有的用的，我所有看，哦，那个叫做一报。医保啊，咱即卖医保算中真好啊，出门啊正方便吼、哦，要用啊有，人拢好啊，所以吼、哦、享福，都爱知影讲咱即卖拢在享福。那一正二报啊，全部呢都空了，成圆明觉哦，都已经成就啊，已经吼、哦、当成佛，啊明相精纯，一切变现啊不为烦恼。
结合涅槃啊，清净妙德。以后吼、哦，咱搁来凡尘来度化众生，不管去倒一道啊，哦，去迄个第六道嘛无要紧，搁几道嘛无要紧，只要你去吼、哦，所有的变现啊都不会烦恼，拢袂啊，拢袂烦恼。所有的一切呢，都符合啊涅槃，不生不灭，全部呢都在佛见本体，都是清净妙德，所以很理想的啦，哦。所以比喻啊，成佛以后啊，清净眼啊，那你吼这个眼都清净了，然后所看的啊就真如的见，哦，动静啊皆不成烦恼，不管什么样的现象，不管什么样的事啊都不会烦恼，哦，所以呢底下就讲这个呢是第一啊决定能修之心啊，哎，这个就是顿华的哈、哦、一个来源。啊，一定啊要选取希望灭生、啊、把那个、哦、生灭的都旋转过来，要得到圆明觉、哦、才可以为因地心、啊、所以决定就不可犹疑、啊哦、决定就不能够、哦、变化。那么观此呢，可知发菩提心、啊、修大圣法，先必、啊、明得大圣的妙理，哦，方得圆明觉，得圆明觉呢，才可以起修。圆明觉的是咱佛性本体啦，那修道成也叫圆明觉啦。哦，所以哦，我们要了解说因果哦，同时的。那最底下这个这一段哦，就是咧讲，咱爱知咱的身躯啊，哦，根本是无生啦，咱的身躯哦，这物质啦，这照天地的水火风土，照咱用的。哦，知道这个呢，哦，身体啊是假的，然后呢，主宰身体这个是哦，圆明觉，安尼呢就可以啊，旋转哦，咱现前的生命心，拢可以把它降服啊，生命心一定拢降服啊，哦啊，圆明觉呢，就是讲咱即马咧注意啊，卖注意身躯，注意咱的佛性。咱也无研究吼，无一个人讲咧注意佛性的啦。大家嘛咧注意身躯，咱嘛讲我好水无？哎，我化妆安尼好看无？倒一个讲咧注意佛性，倒一个讲我佛性有水无？啊，无形无相啊，吼、哦，才不会去在意他咧。啊，所以咱修道都爱多变，哦。即个佛讲的吼，佛讲咱众生拢颠倒，啊，咱即马甲颠倒过来，哦，就是讲该注重的我们注重，不该注重的就看清它。啊，佛讲吼、哦、佛性啊，是我们要注重的。咱开发会唔是众圣有无？啊，众圣就是佛性啊，哦，爱众圣，啊，亲凡亲凡的是现象啊，现象都是凡，所以要把这个凡看清。安尼就成啊啦，咱咧入凡就拢吼已经讲后日要成佛啦，爱众圣亲法哦，拢要成佛，所以吼、哦、知影成佛是天地物质假，即拢吼爱搁含有天地，咱只要甲圆明觉吼请出来哦，啊即、这个成佛呐一口气无来就要紧啦，迄、这个佛性拢已经哦甲天地合作伙啊。啊，得到圆明觉啊，吼、哦，生命心服了以后，得到圆明觉，由圆明觉起修，哦，才可以啊，证妙结果。那么否则就盲修瞎念，枉费功夫。哦，